勒森夫妇接机。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将同特朗普针对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一名中国游客在泰国旅游胜地甲米潜入水底拍照，结果不幸溺毙。事故发生在星期二，31岁的女游客在著名的红岛保护区内潜入水中拍。Belok mana dekat? Kanan. Kanan. Hei. Ah, kau beat lagi red light mesti boy.
是不是拔下来的？那他特别对不对呢？是吧？对的。你在一起在车上吗？我要去小边。你要去小边了？我去买。你跟宝贝在车上啊？咖啡店在哪里？那边。哦，这个马票这边。啊，风筝阿爸要机会嘞，他要加入加班。哎呦，撞到了。哦，撞到了。哎、要可以啦，大家又该又来。要怎样？大家又该又来，不再高兴。三针。还要撞。还要撞。还要撞。大家又该又来。哎，那个人看到了，那个人讲他。看到了吗？是啊。不懂嘞。哎呦，只能装一个头。哦，六角。哦。跑掉了，六角。是那个人的车。好，这是什么？不懂嘞。我录到你了，还按幺四幺。